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外星人降临地球，教会人类预测未来的科幻电影《降临》。女主角路易斯是一名语言学教授，在外星人造访地球之后，她被军方大佬找上门，希望她能帮助破解外星人的语言。被军方一同请去的还有物理学家伊恩。在基地，路易斯和伊恩第一次看到了个外星飞船，这个外星飞船确实很炫酷，长得就跟个橄榄似的，而且是竖躺在空中，简直违反物理定律。很快，路易斯和伊恩就被安排去外星飞船上考察，一群人从飞船的底部进到飞船里头，发现他们居然可以从下往上走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外星人拥有匪夷所思的反重力装置。飞船内部被一堵玻璃墙隔成了两部分，外星人就在玻璃墙里头，长得乌漆麻黑，一共有七只脚，也不会说话，只会发出呜呜的声音。种族不同，无法沟通。就这样，路易斯与七只脚的第一次会面以失败告终。很快，军方又组织了第二次考察，这次路易斯直接带上了会写板，尝试用文字和外星人沟通。外星人居然就看懂了，而且还在玻璃上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文字。大家能看懂这写的是个啥子吗？军方大佬见到这情形，对路易斯的行为表示了质疑，你这么个搞法很容易造成未知的危险后果啊，万一外星人是来骗取人类信息的呢？路易斯表示呵呵，你们那三脚猫的科技水平就是白送，外星人也不会要吧。为了获知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目的，路易斯开始持续打探敌情，学习对方的语言。七只脚的语言系统和人类的语言系统很不一样，在他们的语言系统中，书写和口语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而且他们的书写文字不存在先后顺序，也就是说，七只脚写字不是一笔接一笔的，而是直接就能写好整个字，语言学家称之为非线性拼写。作为一个语言学家，路易斯很快就迷上了七只脚的语言。就在学习的过程中，路易斯身上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他的头脑中经常会闪现出一个陌生女孩的画面。按照画面中的情形，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，可是他都还没有结婚生子，又哪来的女儿呢？莫不是外星人还能让人精神受孕？伊恩发现路易斯经常会有神情恍惚的症状，提醒他是不是学习七只脚语言过度导致走火入魔，不对，是思维异常了。按照语言学家萨皮尔沃尔夫的假说，一个人使用的语言将会决定他的思维模式，并最终影响他的世界观。在路易斯学习七只脚语言的同时，其他国家也一样没有闲着，外星人一共有12只飞船降落在地球上不同国家，其中就包括中国。而根据美国军方截获的一段录音，中国专家对外星人的了解并不比美方少，于是军方大佬坐不住了呀，要求路易斯加快进展，直接询问七只脚来地球的目的。这一回七只脚终于给出了他们的答案，那就是武器。这个词儿一出来，各国军方都坐不住了，准备主动对外星人采取攻击。中国的军方首脑上将军直接通过电视下达了最后通牒，24小时内外星人不撤出，他们就会采取攻击行动。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中国的军事行动，世界大战一触即发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路易斯一个人跑去外星飞船，同七只脚展开了最后一次沟通。原来七只脚是过来帮助人类的，因为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思维系统，他们能够预见到未来他们将会遭遇危机，他们希望到时候能获得地球人的帮助，所以才来教给他们这种能预见未来的语言。而路易斯头脑中不时闪现的女孩画面就是他未来的女儿。既然学会了七只脚神秘莫测的预见能力，自然就有能力改变未来。就在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候，路易斯终于想起来，在几个月后的一次酒宴中，上将军同他说，是他的一通电话阻止了战争的爆发。于是路易斯循着对未来的记忆拨通了上将军的电话，最终阻止了这场大战。危机解除后，伊恩果然向路易斯表达了爱意，说好的要结婚生娃的嘛。但是在路易斯看到的未来中，他们的女儿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，那这婚到底还要不要结，娃还要不要生呢？最终路易斯仍然选择了他已然预见的未来。很多观众可能会对路易斯的选择表示不解，既然已经看透了未来，为什么不去改变呢？但星星以为
这恰恰是本片最高明的地方。尽管最终的结局可能并不好，但是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多少人会希望能有机会重温一段曾经美好的时光呢？在路易斯的心灵深处，他已经与还未诞生的女儿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系，他有机会选择重温这段感情，或是就此断绝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又会作何选择呢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